是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，是由曾联松设计的。哇，太棒了！是我们的毛泽东主席。1949年9月，徐悲鸿，毛泽东，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。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。是田汉作词，然后聂耳作曲。哇，太棒了！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送给你我最真挚的祝福，祝愿全天下所有人幸福快乐，也祝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。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，祝祖国繁荣昌盛。青春和祖国一起闪光，光荣与梦想共同创造。祝祖国生日快乐！神州奋起，国家繁荣，山河壮丽，岁月峥嵘，江山不老，祖国长青。祖国之树屹立不倒，祖国之花永不凋谢，祖国之水万古长流。自信、自强、自立，乃立身之本；忠诚、廉洁、勤奋，为爱国之道。祖国就是母亲，只有母亲强大，我们才能发展。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，愿每个公民都能昂首阔步，开创未来。中华民族齐奋进，追求卓越，创辉煌。做一个有道德、有社会责任感的人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。